先物是人非送的荧光棒啊，谢谢，先物是人的，先物是人非的100个荧光棒，谢哥啊，谢谢，谢老哥的荧光棒啊，谢谢。咱刚的关的过法呢是这样的，朱雨达去拿钥匙去里面，但是僵尸也是可以拿钥匙的，虽然他不减时间，但是他也算是拿钥匙，知道吧？就像朱雨达去拿钥匙，然后我们在外面故意不拿，那外面那个钥匙就是拖时间，拖到差不多计算好了，然后呢我们就拿外面的钥匙，拿到外面的钥匙了之后呢算时间。然后进去里面不是还有一个钥匙吗？我们再拿里面的钥匙，拿了里面的钥匙，他才开始算时间，守那么多秒就通关了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我们守了个十几秒，那头顶它就开了，开了之后我们爬上去上面，爬到上面了之后就在上面三个人拿步枪在那里守，就守住了。三个人不是很稳，如果四个人的话就有机会，就90%能过了。三个人的话一定要队友会玩。你看我一直在竖点，拿着这个步枪点他们，疯狂的点他们。看是吧，咱们不失误。有新的跳跳乐地图吗？有啊，明天就可以玩。键盘好难，不难。明天应该就能玩新的跳跳乐了。可以，跳跳乐我们玩三个地图都玩一下。玩完了之后我们去玩别的游戏了， CF 就不玩了啊。今天玩 CF 玩了好久了，60秒，行。3分18，我操，我破纪录了，达哥，3分18:41。我靠，我终于破了我的记录，3分18秒，牛逼啊！